我自强。等待我相迎，母后即可传话儿臣，必有所为。皇英啊，哀家禀着高皇，不久于人世了啊！罢了，母后啊啊啊！皇英。为娘又要是与你相杀，你能这样的苦吗？儿臣敬从母后教诲。娘有一事想问，你可知道你能得天下的缘故吗？全凭祖宗及太后的七天红佛。非也。只因为就是有主年纪小，你才得皇袍降身在长桥，牵扯自己
光义，让光义再传你儿找得着，我有正经天胆好大宋。王爷有为才华好，中我列国有功劳，将军如佛看条条，传位于他学佛安要，儿臣精忠母后教诲，日后定将帝位传位给三弟光义。此皇当成，君无戏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此处没有闭幕，你将传位之事即将下来。长子金龟顶礼吗？这个儿臣遵旨。黄英传给光义，光义传给德昭，立下精锐之盟，宋氏江山永牢。何人在外边？微臣潘仁美。俺爱请进京，臣准哪旨？参见万岁太后。你到此作甚？内侍传来群臣本章。什么本章？微臣不敢拆看，万岁龙我御览。什么本章？哦，群臣亲列太子啊。此事本老你当朝
林中留下金闺梦，难破世纪遗憾是
命郎报。要乱国家，朝中事他不准后悔，将官官不累，这是干什么？一文不防。德芳，饭菜我跟哥哥闹着玩，我叫他打太子。父皇并未封那个为太子，岂敢这样胡闹？是啊，今后不可如此。不可如此就不如此，大宦兄恕罪。这就对了。来，儿啊，为娘有话想问。母后请讲。你兄弟二人可有得罪你家父皇之处？母后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是啊，我当是趁魂两口手，惊还惊不过来你，虽还敢得罪他老人家。既然如此，你家父皇年已斑白，为何至今不理太子？这事儿最清楚的是我家父皇，就该去问他。哎，他若准我过问，那过还问你的。母后，儿臣从我一问而已，此话母后莫猜。
你可别见怪呀。母后千万别为这事儿气坏身体。哎，我是在想，你哥哥为什么不让提立太子的事？这事啊，我知道。快快讲来！朝中有人创业，我父皇要传位给我三皇叔赵光义。我哥哥是个耿直人，他觉得一龙的太子就有争夺帝位之嫌，所以最不爱听这事啊。你父皇会传位给你三皇叔吗？嗯，我看有八九成。何以见得？我父皇对我三皇叔可亲哩，有一回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三皇叔龙心虎扑，将来一定是太平天子。呀，英明盖世一时昏，光义应现却远近，自私怎奈学明君，出差地位转过于清空摇发哪里隐，无奈朝真我难过。不好，猛然想起年幼人，儿啊，你哥哥与你三皇叔虽像好皇帝，我哥哥忠厚正直，三皇叔两面三刀，自然是我哥哥香。儿啊，你写个本札去接你家哥哥当继位人如何？什么？我给父皇写本札。哎呀，哎，国有先君，社稷之福，万民之幸。可也是啊，哎，谢，就谢。哎呀，母后啊，母后，俺我初次修本，别不随心。母后答应我，谢了吧。我带你谢，父皇怪罪，就说儿我宁让母后谢得。只要圣上能看到本章，哀家不惧不发，必言辞好奏之。Yeah!
小千岁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敬见父皇承孙奉长。哦，万岁今日中了太医之请，半月之内不中觐见，这奏章么让你家三皇叔赵光义代办如何？什么？我的奏章不能让他看。哦，乃是你本。看来我的本章送不上去了。哎，这别人的本章送不上去，这小千岁的本章还能送不上去？哎，微臣代转如何？他乃是父皇的心腹之人。嗯，自然是的。好秀丽的字儿，不像是小千岁写的。哎呀，你的阅历不错，是我母后代我写。朋友们，哎，这事啊可不许乱说。是是。朋友们，哎，这事啊你要是刚写路，我可是饶不了你。哎呀，微臣有几个脑袋敢泄露小千岁的机密？哎呀，是三王千岁。嗯，你要的地我给你摸出来了。是他们哪个与我作对？是何皇后。是他。今有万岁驾临本寺，且请回避。请请。万岁驾到。
王铁，国王铁坛。何同袍为什么如此难开？只因为上州长是曹大海，见战过将军马毛色大开，官时乃金色好心情堂官连十元，巧不巧变个老太啊！相国寺众生奎迎圣将，平身谢万岁。老方丈在，朕不忘疾病应召那家佛弥勒佛。好，带朕前去拜佛。啊，万岁，臣妾代万岁前去求见文伯。好，如此你我一同前去。请。再不提金贵之门，倘若是李太子英武得臣金贵门，花无忧，我且为落空。唐爱卿，万岁及何侯的心思你也看出来了。秋夫失驾，母外失政。事到如今，还望你为我想一良策。千岁，若是遇上大风雪之夜，那就好了。
为何要等到大风雪之夜？年年冬季大风雪之夜，万岁都要围炉饮酒，难道你就忘怀了？你是说投其所好，酒中下毒？哎呀，只是这同胞骨肉受着之情。千岁，夫人自荐也能成就大业。如此说来，京东大风雪之夜就是他的归天之期。三弟在。方才你家皇嫂为朕不了一卦，得了四句真言，你前年来待朕听上一听。遵旨。东宫虚位不可久，即为误人天人忧，未免日后朝内乱，立太子当在六九头。老方丈在。这弥勒佛看官朝中大事么？这个三弟，寡是哀家伯的，你不要责备老方丈。皇嫂，我是想，这弥勒佛也官事太多了。我家以慈悲为本，指点迷津，见人慎用，怎么能说官事太多呢？我是怕佛家文士言多乱的朝。你何不怕太子不定，日后朝乱目？哦，小弟多虑，小弟多虑了。啊，万岁！今有洪洞道长来奔寺拥有传道，此人三策牵挂，劝他到来为万岁接挂如何？快快劝他见朕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洪洞道长见驾。接旨。天道叩见我皇万岁。老相士快快平身，谢万岁。老相士别来兴安。兴安。多蒙万岁降安。老相士，昔日你曾为朕相过一面，相得好纵。来来来，今日为朕相上一面如何呢？万岁，你想要问什么？你看朕的样手啊。万岁，这天机不可泄露，你看这。尔等退下。老相士快快将来。
万岁端坐，待贫道与你细细地看那来。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！若欲惊动大风去之夜，唯恐是你的归天之期。你待怎讲？若欲惊动大风去之夜，唯恐是你的归天之期。哎，万岁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贫道告辞了，拜驾回宫。